新闻，我系郭伟忠。宗教聚会嘅限聚令今日起放宽至场地可容纳嘅一半人数。天主教香港教区恢复公开弥撒。见到主教座堂朝早7点举行弥撒，门口有告示要求信徒戴口罩，亦都设有搓手液。入去教堂嘅时候要量体温。 教堂入边嘅座位有告示，呼吁信众离撒嘅时候要保持1米距离。宗教聚会嘅群组聚集规例，凌晨起放宽至场地嘅一半人数。所有参与嘅人士要戴口罩同埋唔准饮食。有信徒话之前因为疫情离撒改为网上直播，而家可以亲身去到教堂参与，好开心。非常之开心，系天主好好嘅礼物。 我哋呢度係有一個service，我哋有彌撒，咁係有少少分別。上網就喺度睇啦，都係好嘅。我哋唔擔心，天主保佑。始終實體參加都係比較點講，即係現場參加嗰個感覺係唔同啲，始終都係有個少少 distancing 啦，同埋捽手啊，同埋係咯，即係用自己手機睇咯，即係唔會用啲書。